自驾旅行充满惊喜。啥没有？尤其当你只有一种交通工具。哇，这老板，等待充电时，随出川哲郎和嘉宾们一起探索日本的魅力。哇，飞机！只要动力充足，不论刮风下雨，加油，考个赛，他们都会抵达目的地。日本の本土再生北端の場所。可以让我充电吗？锁定站。